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杰。最近我们要推出一个新产品——足球员胎皮清洁剂。这个东西呢，是专门在刷轮胎皮的。那我们会附赠一个我们定制的一个特殊的刷具给你啊，买这个产品就会送这个刷具。很多人常在我们底下留言说，我们每次都拿新车来拍影片，没有公信力，所以我们这次决定来一个街头实测，随机找轮胎来洗干净给大家看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影片就开始喽。这个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走，我们进去问，是他们的车子。不好意思，想问一下，这台车是你们的车吗？在宾士，那个产品要做测试，我们可以洗你的轮胎皮吗？把这个洗干净，现在我们测试一下，问一下好不好？哎，这台。差很多哎，很干净的。但是我们才说不要拍新车，就这台新车太新了啦。这个可以用。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们实际的街头测试的效果。那现在我要教各位如何使用我们的足球员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轮胎打湿，将刷子打湿。轮胎打湿，刷子打湿之后呢，我们就喷我们的足球员在你的轮胎上面，然后静置30秒，我们就拿出我们这个特别定制的刷具啊，不会去碰到你的钢圈，它刚好有一个人体工学的弧度，使用起来会非常的就手。你可以横刷，也可以直刷。如果遇到有细缝轮胎，会建议直刷。然后来回的去刷动它，小面积的移动，这样子才可以把那个细缝啊里面洗干净。我们这款商品呢有加天然的柠檬油精，帮助去污。那为什么要洗轮胎皮呢？因为轮胎皮第一个它没洗啊，是美观的问题，看起来会丑丑的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说轮胎皮如果上面常常在上轮胎油，没有定时的去清洁它，反复的晒太阳，裂化之后有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胎皮，对你的轮胎不太好。以上是我们这个足球员的使用教学啊。那如果这商品买回去你觉得不满意，30天内我们提供全额退款的服务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，不妨参考看哦。